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《乱世风云：王者霸业》。好，9月23抢先体验吧。所以应该是没有评分的，然后有脸书这样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吧。三国嘛，三国大概率是 SLG 啦，现在三国 SLG 很多。哦，这种是比较那一种套路的。哎，取 ID 是不是？就是比较常见的啦，比较常见的 SOG， 就是会有一个他们的 Life 2D 会还不错，就是会动这样。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啦，因为陆府的一些三国 SOG 我还蛮常玩的，蛮常试玩的啦，都蛮像的，反正就当作新游吧，因为这是台服嘛。我刚刚打开我的 Play 商店，他推荐我玩的，他会有一个根据我常玩的游戏，然后推荐我，然后我没玩过就来试玩这样。啊，把东城跟先占领一下，好像没什么剧情哦，也没什么动画、啊，然后也没有语音，就是最基本的这一种，我觉得档案也没很大啦。好，就一个 SOG， 三国 SOG。这个引导者叫白雪哦。好，今天是9月24日，星期日。哦，星期日。星期日理论上没什么新友啦。通常新友都是1到5啊。比较有机会会有那种新的游戏，或是有打广告的游戏。好，铺正一下，现在比较晚了，今天比较晚录游戏，半夜1:30，准备录第一个游戏，就隔天要发布的游戏这样。今天礼拜六比较没事，就躺在床上休息，看小说。看漫画，看小说。胡奇、穷寇莫追、周瑜，反正这些都只是三国武将的名字啊，没什么历史性。我可以稍微小声一点，我自己音量比较大声了，刚调到70几%，我把它调到50%，自己的音量，自己电脑的音量。那游戏音量刚可能比较小，毕竟录制的跟你平时听的那个还是有不一样。我录的话大概是调70-80%啦，因为我还要有麦克风的声音嘛。好，这边是城池的资讯。好，这游戏基本上应该是没打广告，因为我看他脸书。个位数 follow， 个位数，6个人按赞，9个追踪。因为那个粉丝页就是这样嘛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创，然后你就要花钱打广告，不然是不会有人给你按赞的。我自己的那个粉丝页也是啊，就是我完全没有透过任何好友帮我按赞干嘛的，就给他放着。根本不会成长，可能一个礼拜才会成长个位数吧，跟我的订阅数一样惨。庞涓呢？庞涓，等一下，庞涓不是他写魏国哎、欸，这么秦国哎、欸，这不是三国吗？庞涓应该不是三国的吧？感觉庞涓。战国的、欸，因为如果说是庞统的话，三国没错，知道啊，感觉好像不太像庞涓。
房俊宇不是什么墨家什么家的，然后被背叛吗？是不是啊？我来看看啊，我来看看，不然又说错了。哦，没错，庞涓是魏国的，不过这个魏国是那个战国时代的魏国吧？就以前有故事啊，他就破坏他的一个同学叫孙膑嘛，孙膑还是孙膑嘛？以前电视都有演，他们就拜那个鬼谷子为师嘛，然后就魏这边的魏国不是三国的魏国。而是那个战国的魏国，就什么秦楚燕秦韩赵魏哦，以前国中都有背过嘛，那些历史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啊，实际上有没有发生也不知道，因为历史就是胜者书写历史啊，那败者就是流寇啊，就是叛军，对不对？吴起大军，就是不是三国？有乱世风云哦，有啊，写三国名将啊，我们刚看到蛮多三国的武将啊，他把战国跟三国都弄在一起哦，有点大杂烩啊。每次第一章都是百废待兴啊，跟我的群主一样，百废待兴，从来没有经营过。就愿者上钩啊，姜太公钓鱼啊，想来就来。还是有点大声啊，声音就忽大忽小。文字跟武字哦，然后增加繁荣度，还有产量，预备兵的产量。啊，反正这种游戏就是跟着主线任务做了，然后就去打人吧。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选出生地啊，我要去占领一下周围的这些资源。你这边有两个部队嘛，然后。继续点啊！点击占领一个一级的这个资源地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选一个部队吧？可以全部吗？还是派一个就可以了？派一个就可以了。这边可以征兵呢。我们现在有官品跟成功啊。快速分兵确认。打的有点慢，哎，都过了嘛？第一章，好，升至二级。第二章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？阡陌吗？郭文还老师，中文还老师，现在都不会写字了啊。现在都只会打字啊！就随着小时候最会写字嘛，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然后大学基本上已经没在写字了，那时候就都是用电脑了，已经开始用电脑打字了。你小时候会的东西，有些就会忘记了，忘物。现在那个我们那些游戏的摇杆不都有蘑菇头吗？以前小时候是十字键嘛，所以你十字键跟蘑菇头都会用，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。那我发现现在那个小朋友不已经不会用十字键了，我们家小朋友都不会用十字键，他只会用蘑菇头，就是有一些摇杆上面都有十字键或蘑菇头，那个十字键他基本上不太用。为什么会知道？因为我那个小六或国二的来我们家玩那个快打旋风，然后就教他们怎么玩啊，因为他们竟然用蘑菇头给我那边敲招，我说不要用蘑菇头，用十字键，他竟然不会用十字键，
恰我有。哎，如果我们全炮会怎样？一个行军中，然后一个战斗，所以这个应该走过来了。行军真跟这个金兰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哪来的武将。好，那直接返回吧。直接返回，这样你就利用时间让他回城，就不用跑去。这个有没有世界啊？看一下有没有世界。因为有的是会有世界，那这种感觉是没有世界，感觉是自己玩自己的，然后可能会有国战什么的，可能啦，不知道，因为还是得玩到后面才知道啊。将民居升到二级哦，这个把它升到二级啊，升级一下，然后没事就给它升级一下。把他任务都让你做啊，建造列表可能有限制，不能同时盖太多。好，继续占领一下，我们派一个部队就可以了吧？这个应该可以征兵吧？补兵啊，补兵，补充一下我们的兵。武将的话还是等级一吼，你要稍微练一下吗？升级没有开，我觉得四级才会开。我现在零级啊，就我刚刚说的庞涓嘛，庞涓跟孙膑，我不知道是念孙膑还是孙膑啊。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庞涓陷害孙膑那个电视剧有演，然后就觉得孙那个庞涓怎么那么坏啊？智权武将公孙瓒，这认识公孙瓒，这两只不认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战国的吧，燕国跟这个魏国。好，选个公孙瓒吧。七天登陆，有没有七天登陆？没有美少女啊，没有美少女。芈月传又来了，芈月传。这个有电视剧啊，芈月也是战国的，应该是的、啊。好，庞统，田忌赛马，黄月英。好，要看的话看武将吧，应该有图鉴吧？有没有图鉴？我觉得这没有图鉴。哦，还是有啊，151只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游戏的武将也太多了吧？这游戏有点猛哦，有点猛哦，有点猛啊！这游戏廉颇大将军，廉颇，白起的杀人，杀了很多人。好，王翦。我不知道我们玩过啦，可能以前也玩过吧。钟无艳感觉好像有玩过耶，这游戏当然不是台服吧，可能就陆服啊，游戏名称可能换过啊。因为乱世风云我去搜寻没搜到，我刚玩之前都会稍微搜一下，搜一下我频道上有没有玩过。那我不会去搜别人的，我只会搜自己的频道，毕竟你要收别人的也没什么意义，游戏画面都忘光了。除非你对这个游戏很熟啊，玩了半年以上、好几个月以上，你都很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福利吧。首充月卡、将军令、通行证吧。活动这边有签到。礼包码不知道哎、欸，脸书好像有礼包码，对，有脸书有礼包码，我会贴一贴啦，好吧，你帮我贴一贴。首充这位是谁啊？貂蝉是不是？长得不像貂蝉啊，那就一个仙侠风的美少女，新手争议哦。开服庆典，这种游戏说实在的啦，就是没有打广告，没什么人玩，真的。就是这种事情是很现实啊，大家只有我会玩啊，或者是其他那一种也是在做手游试玩的会玩、啊。
好，我们找这个在野外两秒直接来打，只是要补兵一下。哦，冰块没了，哦，冰块没了。这一种好像没有通关性玩法哎、欸，就是没有去一只一、一只二、一只三那一种通关类型的。目前只有看到在地图上，先把我们这边都抢一抢吧。这边有天下嘛，还没开。士族技能，有人知道这种游戏玩到最后会怎样吗？是国战吗？然后还是怎样？补元恢复有精力是不是？这个好像是补精力的，然后补元应该是征兵吗？好，我们把第二章给做完了，那我们就差不多玩到这边，就中规中矩吧。目前为止玩起来就中规中矩，就抢先体验吧。好，抢先体验。9月23日，那目前下载次数当然很少啦，才100加而已啊。100加超级少。就只有无聊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把它下载来玩玩看这样。因为如果是 SOG 还是想要多点人嘛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。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少女啊。美少女武将啊。151也真的蛮多的，貂蝉。白雪就是刚刚那个引导者嘛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黄月英。观影品应该早上有出来一下下。这个都是那一种仙侠风的那一种例会啊。都长这样。不是那一种比较特色的那种光荣三国志的那个。那个例会就很有特色了。就女生比较没特色，男生可能会比较有特色一点。哇，那个男生可能你看得出来他是谁啊？女生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一个灵魂。好，一堆皇后，我不知道是哪来的皇后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